您说您这么大一领导，对吧？到时候干了违法的事儿，那警车嗷嗷嗷一来，把你哐啷给铐走了，多难看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》第27条之规定，用人单位不得在结婚、怀孕、产期、哺乳期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，辞职女职工。您能背下来呀？太棒了！要么说您是我领导呢。还有后半句呢，你为什么不念啊？后半句啊，女职工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或者服务协议的除外。你看这不还得翻篇吗？我这，要么说您厉害呢，我就只能当您手下一小兵，听您的吩咐。圆圆，那天你把辞职报告摔到我办公桌上的时候，您可不是这态度。我那天不是起猛了吗？一下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。你行了，别找辙了啊！你不说过你不后悔吗？特别后悔，真的。我这些天就感觉没着没落的，整个人走在街上就跟丢了魂似的。我就怕以后再也碰不到像您这样平易近人、睿智过人的领导了。你少拍马屁，我不吃这套。金总，我这真不是拍马屁，我这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。就算你说的是实话，我自己的工作我清楚，当然有干到位的地方，也有不足的地方，也有缺点。缺点您没有，您有，他在我眼里他也是优点。不，等等，圆圆，你说的是什么缺点变优点，优点变缺点，那句话再说一遍。就是我说，缺点在您身上都成了优点。我想起来了，当年我在部队的时候，首长就这么夸的我。我跟你说，圆圆，其实你这人不错，就是脾气太急了。孕妇时而天使，时而魔鬼。理解，特别理解。我跟你说，圆圆，当年我媳妇怀孕那阵儿啊，天使我是没看见，全是魔鬼。我，哎，咱不说他啊，不说他。你的辞职报告，你听我说，我也签字了，但是我愣是没给人事部门。我就想找你再谈呢，看有没有回来的余地。碎尸万段了，金总，您永远是我的领导，以后您指哪我打哪，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，您让我从这儿跳下去我立刻就跳。别跳，我立刻就行。打住，戏过了，你的戏过了啊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圆圆，你身上还真有这个军人的性格，军人的素质，这个有点太夸张了。金总啊，那我能回去工作了吧？行，去，快去，快去。谢谢金总。哎，等等，圆圆，那个富哥刚接替你的工作，再说你现在是孕期，不太合适吧？没事儿，孕妇那书上写了，就得多活动活动，不能老待着。您要端茶倒水，然后桌子脏了擦个桌子什么的，我都帮您干。你这又夸张了啊！我能舍得用你这么大主播给我端茶倒水的吗？你这样，你先回到你们组啊，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。关于主播的事儿啊，容我再一步步帮你，好不好？谢谢金总。啊，去。那您继续晒吧。啊，是晒。哼。哎。金总，我跟你说一秘密。为了您，我可以放弃这个孩子。不是，圆圆，你再说一遍。您别误会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您对我太好了，为了您的器重，为了我自己的工作，我不要这孩子了。圆圆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别冲动，孩子对一个家庭非常重要，知道吗？但我考虑清楚了，我不要了。你别，你这跟我可没关系啊！我真不要孩子了，金总，不要了。谁啊？啊！哎呦，姐，你够早的，这啊，这什么呀？这你，哎，你这至于吗？来，哎呀，这些全都是滋补气血、活血化瘀的。哎，你先喘口气。好东西。哎，亲爱的弟弟，你知道吗？啊。这个流产，俗称小月子，需要静养。好好休息啊！这里都有说明书，你回头给圆圆
一个一个的给他弄好啊。姐，您不是学西医的吗？那小月子哪跟哪儿呢？甭管中医西医，有用就行啊。哎，我这尽是那些病人啊，流产以后没注意，落下终身病根子。你跟圆圆是我们老方家的未来，全指望你们了。大意不得啊！圆圆什么睡呢？啊，上班去了。什么？他怎么能上班呢？这刚流完产呢。哎呦，没事儿。什么叫没事儿啊？这不是胡闹啊！哎，姐，他身体底子好，他一会儿我就把他接回来。姐，你干嘛去了？我去接他去。你接什么？你不来接？刚回上班去，你当然工作嘛。我刚跟你说完，这刚流完产就去上班，这落下病根子谁负责？我负责。你负责？你负得了你的责？你负得了人父母的责吗？他爸妈得高兴死。你瞎说什么你？姐，他爸妈瞧不上我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本来就不希望圆圆生这孩子，现在这孩子没了，这不正好吗？随了他们老两口心愿了。甭管他爸妈对你什么态度，圆圆是你的媳妇儿，心疼她是你应该的，对不对？走走，跟我去接她去。哎呀，走什么？姐，孩子的事已经过去了，你别添乱啊。哎，姐，姐。衣服呀，啊！你别去找圆圆行不行？怎么了？不是，你想现在孩子没了啊，圆圆心里正难受着呢，你得让他有个事儿干，这缓解一下，分散一下他这注意力，你知道吗？你先找着他添堵吗？不，老姐，你们俩就是一对没长大的孩子。方乐，我跟你说哈，你这次差点就当了爹了啊，你自己得变成熟点儿啊。哎，啊。把圆圆接回来，让她在家里好好休息几天啊！那些补品都给吃了。还有，明天上午10点到医院来，我给你们做一个全面体检。啊？嘛呀？这件事情都怪我，要早一点给你们做全面体检，你们就不会。哎，姐，你瞎揽什么责任？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都怪我，我是产科大夫。你要怪就得怪方家老三，你知道吗？情绪因素是造成心脏流产的一个原因。还有很多因素，环境因素、母体因素、遗传因素。姐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听不懂。你听不懂，所以就来做个检查就行了啊！明天早上10点钟，我在医院等你们。哎，不查，大不了这孩子不生了，不行吗？说什么呢？姐，现在要养孩子压力多大呀？你不会是说，圆圆就为了她的工作，为了那个主播，自己不想要了孩子？这你就真误会圆圆了，人圆圆当初知道自己怀孕。人是自己主动把职给辞了，辞职了。对呀，那怎么又去医院？这不现在孩子没了吗？就回去了呗。就这样，那主播的位子也没保住。现在这工资啊、奖金啊，各方面都不如从前了。现在我们俩这大房子，这房贷不是事儿。你赶快回去吧啊！没事，别冻感冒了。行啊，明天上午10点钟来找我。我们俩去啊。好好好，你别找圆圆了啊，姐。啊，我不去了，我不去了啊。好好好，你让他早点回来。你别找圆圆了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了。圆圆，你能上你工位玩去吗？这就是我的位子呀。不仅要上位，连我的桌子你也要占哈？不是，那不是金总安排的吗？然后端茶倒水。行行，你别啰嗦了，我给你腾地儿。啊，不用麻烦了，都给你准备好，都站着。谢谢你。啊，老师，对不起，尚老师安排我坐这儿的，那我给您说实话。哎，不用，那个我走。放心吧，我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嗯，慢点，没事儿，顾老板您担心了。呀，您又怎么了？
外头没有地儿了。我觉得你这屋里挺合适的。别呀，您这让别人看人怎么想啊？爱怎么想怎么想。圆圆，我求你了，行吗？啊，有什么事儿咱回家说去。今儿晚上我带着小飞象登门道歉。两码事儿，两码事儿。摸着良心，说说，我平时对你不错吧？相当不错。你跟方向是我传的承的吧？是是是，您是大媒人。这我的嘴算够严的了吧？啊，这台里上上下下有第三个人知道你已婚的事吗？行行行行行。所以说，你觉得我在你这屋里暂时办个公，特别合适。这就对了，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啊，我溜达溜达。回头这灯给我换了，我喜欢这色。哎呦，钱还没注意过，你这办公室装的还挺人模狗样的哈。超标了吧？没有没有。正合适。烟，一条烟，那居然有一条烟！我记得你不抽烟呀。那个是行贿，我给老金买的。行贿？不是，我们俩看球，我打赌输了才给他买条烟。那就是赌博。这是我送给方乐的，行吗？那我就替我们家胖子谢谢你了。天哪，那是一瓶酒吗？我没有看错吧？你居然敢在办公室里喝酒？没没没，不是我的，孝敬您家老爷子的。那老爷子指的是我爸爸还是我公公啊？您稍等，一人一瓶啊，我给您装上。那要替他们二老谢谢你了。甭客气。哎。你那绿色的盒子是茶叶吗？哎呀，你眼神真好使。是我最爱的门前茶吧？这正好就是，您先拿过去喝啊。没有，带到这儿来拿。得嘞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先走了。好。哎，电话响，你帮我拿一下。来来来。我们家胖子。喂，你到了，你来接我一下啊，我东西特多，走了。哎呦，我找谁呀？找谁吧？你说有他那样的吗？啊，他就那娘样，能娶这么一个老婆，貌美如花的老婆，组建幸福家庭，谁的功劳啊？你的功劳，我的功劳。哎，是的呀。那他干嘛现在对我这样啊？所以说我从他这儿顺这么点破玩意儿，我告诉你，他一点也不亏。媳妇，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，真的。上北京上最近啊，确实有点长行势。那还不是跟三儿学的呀，因为也确实没他这样的，这不刚卸磨就杀驴吗？这，哎，你说谁驴？玩驴，玩驴。大姐来家里了？啊？给你带堆毒品。还是大姐心疼我。那什么？他让咱们俩明儿去趟医院，你跟他说了？哎呀，我这事儿我哪敢跟他说呀？他是说给咱俩做检查，看什么原因导致流产，我替你给拒了啊！哎，你最近躲着点大姐啊！你躲着点他。哎呀，我知道了。他瞎打听他。我知道了。你等你官复原职，工作恢复了，让他怎么说？我知道了。你小子活得潇洒，活得自在。你说咱们胡同里这些小母鸡儿，让你踩个遍。哎，要是把你这些后代要都孵出来的话，那得办个养鸡场了。你小子有能耐，真有本事，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呀。我不行啊。
我得为我那些儿女们操心，我得想着让他们给方家生个大孙子，我得念着被老天爷收去的外孙子。活得苦，我活得累，方小乐啊，你别看我一天到晚我嘻嘻哈哈风风火火的，我活得不如你。哎，我敬你一杯。我已经到了，对，我刚才到医院的时候，爸已经办出院手续出来了。好，我到了啊。老爸，你真是，你怎么上次出院了呀？哎呦，孙子来了，你还喝上酒了？这酒现在不能喝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爸，您不能喝酒，现在。没事，我跟你说，你坐，你陪我喝点吗？这不行，这倒太疼了，你陪我喝点吗？行，您少喝点，我帮您喝。对，来。去！哎呦，别害怕，别害怕，那是自己人。哎，得宝贝儿，下来，喝多了的。栓柱啊，我有好多心里话，我想跟你说。今天就咱们爷俩，咱们俩说点私房话。我这大闺女净胡说八道，说什么这个。文子嘛，这想借别人的。我跟你说，他这说的是气话，肯定是气话。顺主，自家的主种在自家的地里，这是原则问题，不能变。出一个事故，那意味着什么？你对自己、对家庭、对患者负责任吗？老秦，求求你，别喝了，行吗？不能，真的不能。其实我试过。但是我戒不了。我知道你难受。自从壮壮走了以后，你才开始喝酒的。你以前不喝的。你想借酒浇愁，我都懂。但是千万不能在医院喝酒。方云，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啊。我觉得老天爷
对我们俩太不公平了，让我们的孩子离开了。最可笑的是，我们俩还是做的是妇产科的医生，天天跟孩子打交道。我不是个机器，我有我的情感。壮壮一直想要个手机，说爸爸妈妈加班的时候能给咱们打电话。我承认，我承认我念孩子，我念他怎么了？啊？哪个父母不念自己的孩子？我亏欠他的，我买个手机怎么了？我买100个手机怎么了？我想他呢，我给他100个手机，我没有错，我买100个手机又能怎么样？这是谁失恋吗？这是啥好事情？您这怎么说话呢？您听这哀怨，都是老邻居老街坊了，您这不管谁没了也不能说是好事儿吧？就是啊，你们猜，使劲猜，我要告诉你们谁死了，那就是大喜事儿，喜事儿！我可万万没想到啊，您怎么是这人呢？啊，这人家那办丧事呢，我跟你说，这老方头啊，老方头死了，哎，这不才出的院吗？怎么就死了呀？啊、这老头啊，确实有点招人烦。可是你说这说没就没了，你说你们几个人呀太着急了。我这话才说了一半，我是说老方头他们家那个流氓鸡方小乐，嘎嘣了。哎呀，是吗？太好了！甭管怎么说，我挺高兴，我请客。请什么呀？请什么呀？烤鸭子。哦，涮羊肉也行。我请不起。哎，我请北冰洋，一人一瓶，可劲喝。能喝就喝，不能喝啊就别喝。你说你逞什么能？把自己给喝死了吧，小乐啊，我还得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，陪了我这么几年，有时候啊，我还真把你当孩子了。我这儿你就放心吧。哎，我这儿有仨孩子呢，俩闺女，一儿子。哎呀，不用你操心担心啊。你知道爸为什么给那只鸡取名叫方小乐吗？还不是挤兑你弟，方乐、方小乐。爸其实早就给他的孙子、外孙都起好名字了，方小乐、秦小壮、尚小光，都是男孩的名字。睡吧，啊！爸爸要去上班了，你要听妈妈话，好好吃饭，别捣乱啊！好嘞，那就这样，拜拜。嗯啊。你还没走啊？跟你说多少次了，下次给你女儿打电话，当我的面打。事儿，这偷偷摸摸，不偷都想贼。没有，你这我是知道，我左邻右里的不知道，还以为你真找一小三儿呢。什么话呀？没事儿没事儿啊，大家都回去吧。快点吧，迟到了。
我以为你都出门了呢。你怎么那么慢啊？一大早上开始就磨叽磨叽，你怎么磨蹭半天还没走啊？你等我呢。我等你送我呢，外边堵车，你快点。哎呦，那我的包都这儿，我给你拿好了。都拿下来了。嗯，那我穿鞋。快点。哎呀，穿什么鞋？哎呀，穿球鞋。穿球鞋不合适，昨天穿的球鞋。快点啊！哎呦喂。穿这双，穿这双。上北京，你有事儿吧？我没事儿啊。你没事儿啊？平常都是你催着我让我赶紧的，今天你自己在这磨叽，你绝对有事儿。你没怎么，好好就这双。你说吧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也没怎么。你不说是吧？喂，月姐。哦，我今天先不去公司了，我要去趟录音棚。对。谢谢月姐，你这干嘛呀？上班呢，说不去就不去了。倩倩，你今晚上在低浪是给我组一大局，对，要一大桌，把那个什么帅哥都叫来，小鲜肉什么的，然后开几瓶好点那单一麦芽，然后我再，你单麦啊。行行行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说。哎呀，就是因为贾云云嘛。他现在在我办公室里办公，我就想躲着他点儿。你别跟我说他们现在已经把那办公桌给收了。那办公室就这样一个萝卜一个坑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怎么这样？哎，你干嘛呀？找你们台长去说理去啊！这么对我姐们哪行啊？说什么说？你俩和了？啊！我跟他道歉了。道过歉了？那人接受了吗？你替人想想，你们俩现在势同水火，你们就别再去掺和了啊！有我呢，你就放心吧，好吗？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只要你答应我不去找大姐，我立马从你眼前消失。快！不是你答应我不找大姐，我就消失啊！快点滚！最后一次警告，滚！我滚了，媳妇儿，你看着点。那你答应我不找大姐啊？没滚呀！快滚，快滚！滚！稿子一会儿直播，您看一下。又让我直播啦？谢谢啊。啊，成，给我吧，我拿回去对点词儿，回头有问题再找你啊。哦。哟，我说圆圆，这都什么天了，你怎么还光着大腿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这光着大腿你就着凉，着凉你就影响你肚子里的孩子。这都不知道？这得看人品。有的人怀孕了穿比基尼都没事儿，有的人一天到晚一年四季就穿着一件恒久不变的毛背心儿，没准还得出大事儿呢。圆圆，你看我这不是一直想跟你解释来着吗？这不都领导安排的吗？那我也不愿意干呢，忒累，忒操心。行了，您忒啰嗦了，赶紧看吧，等会儿直播别播错了啊。祝你成功。二床是一个产后出血的病人，我们需要观察一下他的出血量还有血压的情况。嗯，你看就这种力度，你试试看。主要是我左撇子右手特不舒服。我告诉你，手术室就像战场一样，手术刀就是枪，上了战场谁在乎你左撇子？你刚才说的是几床？二床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自己下去好好练啊。回去看一眼。你听见没有？不全是我的事儿，你是百分之十六的医院，你还35%医院呢，你比我可厉害多了你。哎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就是在我这儿不行，在别人那儿，你指不定什么熊德行的呢。哎，你胡说嘛呢？我每次喝完点酒回去，他看你挺那啥的，想给那啥，你就天天跟我那啥那啥那啥的，弄得我就不想那啥了。什么那啥？那我那没那啥了吗？那啥，你就是对我没那意思。没嘛意思，你在想他有意思吗？哎，二位，好了，二位赶紧出去啊！你真丢人，你那个熊德行！行了，出去吧。来，见笑，见笑了。
你说的挺好啊，酒要少喝，对身体不好。喝了酒不是可以那个什么？那个什么呀？人家十次还有两次能成呢。什么意思？那是酒喝的不够。好的，好的，行，我马上给您发过去。没事儿，客气。哎，我有您邮箱。哎，好嘞，那就这样。是静音的吗？一点声都没有。哎，怎么了，奶奶？咖啡。你自己弄，你没看我这正忙着呢。你没看我刚做完手膜呀？你别太过分了啊！没有，哎呦，我这肚子疼，哎呦，这不会是落下什么后遗症了吧？哎呦，加糖加奶吗？只加奶不加糖，谢谢。您抄的。折腾死你们！圆圆，乐乐跟我说你们俩有事儿，我就不过来了。你看你哪天有时间，咱们再重新约一次。你别觉得自己年轻，身体好就不注意。你刚流完产，一定要多休息，最好躺在床上静养几天。还有啊，营养一定要跟上。干嘛去啊？哎，咖啡，咖。人家不要，我接着吧。赶紧准备直播吧。我这个呀，真不是有意骗大家的，大姐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你说我这所有的症状，它都跟怀孕一模一样。你说我，这我哪知道天底下还有假孕这一说呀？这很正常。就是因为你太焦虑，压力太大了，所以影响了你的中枢神经系统。那中枢神经系统呢，就会影响你的内分泌，内分泌导致你的激素水平升高，就会出现闭经。很多女性还会出现早孕现象，比如说呕吐啊、恶心啊。行了行了，大姐打住啊！这么多专业名词，我什么都听不懂。你太厉害了。我厉害什么？我不是妇产科大夫吗？哎，不管怎么说哈，不要再跟乐乐吵架了，你们俩要互相理解。我们俩其实一直挺好的，那最近不是事儿太多了吗？全都赶一块儿去了。那也不能吵，时间长了还是会伤感情的。嗯，听你的。哎，都是我的错。怎么是你的错呢？都是我们老方家的错。姐，你们食堂的饭菜真不错，比我们公司强太多了。那以后你天天来，跟你混了。三儿，今儿把你叫来。是要跟你说说圆圆的事。我错了，你必须意识到你犯的错误，那吸取教训，不要再那么任性胡闹，任由自己的脾气。我改，我一定改，你放心啊。你在我们家最小，大家都让着你啊。你在外面，你毕竟是老大不小的人了。这话我不爱听了，人家可是九零后，非主流。你是九零后，那我就是前夕宝宝。说到宝宝，你跟在北京什么时候要宝宝？你又扯到我头上来了呀？是不是爸给你派任务来着？不是，是我。你说你再晃悠几年，你就成高龄产妇了。你现在是生育最好的时候。打住！姐，我已经跟我们家老尚说好了：第一，我们俩坚决不要孩子，丁克一辈子；第二，就算那天我想要了，我再要我也来得及。过几年等你想好了，你再想要就来不及了。哎，我想了一个好招啊！我去冷冻一颗卵子，我给自己一颗后悔药，想要我还能当妈。冷冻一颗卵子要冷冻多颗卵子，而且冷冻卵子毕竟通过技术手段，你现在能够自己生多好。哎呀，姐，万一中间出现什么，你又把我当做自己的病人是吧？给我转那些权威道理，不爱听不爱听。你就作吧你。你跟我说实话。你跟我姐夫这么多年，真的没
哪个？就那个，夫妻之间的那个。你听谁说的？我没听人说，我自己看出来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夫妻之间幸不幸福是能看得出来。我就说那个幸福，不是那个幸福。什么什么幸福？幸福大庭广众之下。你以前跟我大姐夫多好，你全家人都羡慕你俩。可是你看你现在，我现在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感觉全世界人都欠你似的，你负能量太重了，我都怕你，我都讨厌你。现在我有吗？有吗？当然有了。那我怎么办？你还得做回女人。你还得让我大姐夫重新爱上你，你得找回那种幸福，你才会幸福呢。等你们真正幸福了，没准哪天又怀上了也说不定啊。看你笑起来多漂亮啊，姐！你给撒撒娇，你撒一个我看看。哦，哎，你看我天天对我们家老邵，我一斤秋波半斤米，我迷他跟什么似的。得了吧，我天天就，哎呀，就那，哎，那你给我撒一个，你给我撒一个，你给我撒一个。哎，不行。你干什么你？你真的？哦，我爸爸聊事儿了，聊完就回去。嘿，好，好，好。您先忙您的去呗，咱改天再聊。不用，就今天，说话拉倒。什么叫说话拉倒啊？故意找茬呢是不是？我看你就是公主病加更年期。你会不会聊天啊？不能聊就散。不能聊，我不想跟你聊。聊天是俩人的事儿，我今儿不想聊。我说，你听着，那麻烦您简练一点，我时间很宝贵。我有的是时间，我还真没法简练。那我说你听着，我简练。不行不行。哎呦，你别老打断我行不行啊？我刚刚说哪儿了？你说我公主病，你更年期，你有的是时间。对，我这更年期专治你的公主病。方向。我觉得你改名算了，你应该叫方二环。为什么呢？你就觉得自己是一二环路，那多厉害呀，对吧？北京的市中心，所有人都得围着你转。但我告诉你，我偏不围着你转，我就非走那三环、四环、五环、六环去。气死你我！行，你六环路宽敞，你六环路上开赛车，回头让我二哥给你整一台去。贾圆圆同学，我可听我们家老尚说了。你这个主播现在是当不上了，还天天被办公室那群妖魔鬼怪天天挤兑，连办公桌都没有了。我告诉你，那群货色，等我去收拾他们，我让他们天天的给你端茶送水、下跪、乞怜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？什么什么意思？就嫌你特能耐，嫌我特落魄，是吧？我发现哈，你这更年期真的有点提早，不过挺好的。等到你晚年，你可以。很平静，很快乐，很悠闲，很自在。谢谢你的祝福。你是不是看我现在就这样落魄，心里特美啊？不是，你怎么老这么想啊？你就显得你嘴特厉害是吧？特会说，你金牌女主播。我真不是金牌女主播，我受不起啊。这一直说你的事儿了，你凭什么扯我身上？你，方二环同学，你就是北京胡同串子里土生土长的一个大妞。你甭给自己身上添那么多臭毛病，方教练。哎，你往哪跑？你干嘛去啊？啊？我你不认识了？萌萌姐，哎呦，这终于答对了。哎，我有那么大变化吗？我不就刚生完孩子吗？真讨厌。不是，咱们是有日子没见你了吗？那是。哎，对了，萌姐，你这么长时间没来，你那私教课可都过期了。我今天不是特意来约你这私教课来了吗？啊啊啊！哎呀，你这个人，对不起，我听你那阵子跟我说你跟姐夫闹得凶着呢，你最后没离成啊？哎呀，你都不知道，那时候我们俩打的，我脑袋现在还有个疤呢。啊？那时候打得挺厉害，哎，可是自从我生完孩子之后，我们俩这日子过得老幸福了。看，这戒指来。闪不闪？哟，我外面现在换了一豪车。姐可以呀、啊，你这个啊，哎，你生了一孩子没少挣吧？那是什么玩意儿的呀？你说的，玩意儿。哎，对了，
你和你媳妇儿有了吧？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叶酸，特别管用，我给你拿几瓶。我知道叶酸都我用不上，我们俩还没想清楚呢。为啥没想明白啊？还没玩够？不是没玩够，反正就……我跟你说，方教练，这两口子在一起啊，这孩子就是两口子之间的一根绳，紧紧的把两个人就给拴在一起了。我跟你说，有了孩子之后贼幸福，那个时候我们俩打的啊，头破血流的。现在呢，我就，我老公就，哎呀，媳妇儿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就关心我，关心不得了。是，幸福幸福幸福姐，啊，行了，我带你去把那私教课续上去啊。啊，对对，走走走走。哎，到时候咱俩那课时我约一下，我。